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967页啊，967页第五行啊，第五行第二句看起，涅槃即涅槃，圆证三德之至果也。啊，至果就是最后的果报，最高的果报，我们一般人统称为成佛。啊，涅槃就是成佛。那么圆证三德，啊，前面我们将三德做了简单的介绍，啊，佛学大辞典的资料。这后面呢，还有一段是三藏法述里头的，出自《金光明经玄义》，啊，比前面呢说的详细。这一段经文教我们把无痛无烧啊要舍掉，这是不善的因果，要认真的修无界十善。读到这一段经文，让我们深深想到，我们这个世界众生为什么这么苦，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灾难？这个原因到底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过去人没有？啊，极乐世界的人没有？我们会有这么多？读这个文，让我们想起来，我们这个世界很久了，啊，至少100年了，社会上不再有人教我们修福修慧，没人教了。我们对于修福修慧陌生了，很生疏，以为自己聪明，有能力欺骗众生，有能力夺取啊，这就是聪明智慧，这错了。啊，这个东西佛经上讲得很清楚，是你过去生中所修的福德在支持你。你的福报享尽了，你造的罪业就现前。啊，现在全世界的人，不要父母，不要祖宗，这就没有福了。
不懂道，不尊师，就没有慧了，智慧就没有了。全世界的教育都在这个地方出事情啊，家庭教育不敬祖宗，不孝父母，福没有了。啊，慧呢？不尊重圣贤，不尊重宗教，这宗教是不敬神明，认为那是迷信。不学经典，慧没有了。啊，在佛法里面讲，最简单的，持戒的人是有福。现在大家不要戒了，学佛不持戒，所以学佛也没有福报。啊，慧从哪里呢？慧从定来的。定是什么？定是清净心，平等心。啊，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是定，后面开慧啊，觉就是慧啊。啊，心不清净不平等，哪来的慧？起心动念都是烦恼，都是罪业。啊，《地藏经》上讲的不为过，就是讲现代社会，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这是我们现代社会啊！啊，佛在3000年前呢，就说得这么清楚啊。啊，不要佛就是不要慧，不要福。啊，佛这个字什么意思？从印度梵文翻过来的，就是智慧圆满，福报圆满。啊，我们念皈依时，皈依佛二足尊，这个二就是福慧，足就是满足，满足就是圆满的意思。智慧圆满，福报圆满，这人称之为佛了。啊，学佛学什么？就是求智慧，求福报。啊，福慧圆满的时候，这人就成佛了。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为什么？佛报是自心里本有的，智慧也是自心本有的。我们今天迷失了自心，不知道什么是自心。啊，这叫迷惑了。啊，智慧没有了，佛报就没有了，那就是受苦，受难。啊，也只有大乘佛法把这个灾难苦痛的根源说出来了，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只要我们回头向善，断无恶，修无善，佛报就能显现。啊，福报现前，心就定了。怎么定呢？知足就定了。我生活可以过得去了，我不再多想了，心就定了，定就开智慧。啊，如果欲望没有止境，这个人永远没有智慧。那福报一定会享尽，享尽了灾难就现前。
灾难现前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福报享的差不多了，快享完了。啊，现在灾难年年上升，就是说明这个现象。啊，真的，上天在警告我们，赶快回头啊！啊，佛经学习的人很少，啊，有少数人学习，把它当作哲学去研究。他可以得到知识，他得不到福慧。啊，怎样学习才能得到福慧呢？印光大师讲，真诚，一分诚敬，消一分业障，得一分福慧，十分诚敬，消十分业障，得十分利益。啊，我们今天修佛，没有诚敬心的，所以利益是什么？利益就是福慧，福慧没有得到。社会一般大众看学的佛，学佛的人，没有看到你们得什么好处，好像还不如我们。他对于信佛生不起来，啊，是我们做错了。我们要做得很如法了，社会大众看到，他就很羡慕，他就想跟你学习。由此可知，我们做错了，不但害自己，也害了别人，让别人不敢学了。啊，我们看《三藏法书》里面说的三德，啊，《金光明经玄义》讲的法身、般若、解脱，这就三了。这三德了，常乐我净为德，常永恒不变，啊，不迁不变，啊，迁也是变化的意思，啊，乐呢？安稳寂灭，这是真正的乐啊！现在世间人以什么为乐？以吃喝玩乐，这是乐。极尽，他没办法。啊，安稳他也没办法，他在这个里头享受不到乐。寂静安稳里头有什么乐？孔子颜回之道，《论语》第一句话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乐就是乐。啊，不是外面的刺激，吃喝玩那是外头刺激，那不是真乐，这个乐是从内心里头往外发的。啊，就是大乘教里面所说的常生欢喜心，法喜充满。法喜从哪里生呢？安稳生生。寂灭就现前啊，这是什么乐呢？
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福德，这是诸佛菩萨圣贤之路，这是真路，这个路不伤人，不会产生流弊的。我自在无碍的意思，我们今天这个身心都不自在都会受内烦恼外面的缘受他们的干扰不自在，处处都有障碍所以我是假的。如果你得到三德了，化身般若得到了，解脱得到了，你真有自在，真正大自在。自在到什么程度呢？遍法界虚空界，无处不现身，无时不现身。现身自己没有起心动念，这个自在不是说我想现身，我不想现身，没这个念头。为什么会现身呢？众生有感，立刻就应。因为你的身心跟虚空一样，跟光一样，充满了宇宙。你在哪里？整个宇宙，无时无处你不在。这叫法身，这叫解脱。解是解除一切障碍，脱是永远脱离生死苦恼。净是力垢无染，垢之根源。就是假我执着阿赖耶相分的一分，以为是自身；见分的一分，以为是自己的心，全都错了。众生迷在这个里头。不能觉悟不知道事实真相生生世世在六道搞轮回，搞冤冤相报，苦不堪言，不知道六道全是假的，梦幻泡影，他就是醒不过来。一个梦一个梦接着去做，永远不会醒过来。遇到佛法，遇到清醒的机会，但是呢，他都要信，要依教奉行，他才能醒悟过来。一醒悟过来，问题解决了；不醒悟过来，就继续去做梦。这是事实真相。三德、化身、般若、解脱，
一个证得了，三个同时证得。法身里面有常乐我净，般若里头也有常乐我净，解脱里头也有常乐我净。常乐我净是德，法身般若解脱是道，啊，合起来是道德。一般人讲的比较笼统，佛讲的清楚，啊，哪些属于道，哪些属于德，啊，这是道德的最高峰，佛所证得的。那么这里给我们解释法身，啊，第一个法身德，法即归法，法是什么？归是归道啊，火车走的归道，汽车走的公路，这都是归道啊。乃至飞机飞的航线、航道。啊，他越轨就出事情。那么法身是菩萨成佛之道。这个道是什么呢？道就是戒定慧。释迦牟尼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十方三世一切菩萨修行成佛，通通都走的是这个道，没有一个是例外的。那今天我们学佛不依这个道来走，你怎么能做成功？啊，也许有人要问，念佛法门，念佛往生的有不少阿公阿婆，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懂这一句阿弥陀佛，一心称念，什么也不想，他为什么会成佛？嘿，他是暗合道妙。啊，他对人道德不懂啊，哎，可是他完全中了，他走的路没错，他就是走这条路。他听话，一句弥陀念到底，什么念头都没有，这就是持戒啊。啊，戒条那么多，他一条他也不知道啊，啊，他通通具足了，他一条都不犯。啊，你去问他，啊，你有没有杀生？没有。有没有偷盗？没有。你问他，他都告诉你他没有。你不问他，他什么也不知道。啊，问他有没有妄念？没有。有没有杂念？没有。那就修定了。啊，定慧功成就了，他就开悟了。他开悟到哪里去了？他开悟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为什么不留在这个世界教化众生呢？众生不听他的呀，众生没瞧得起他，他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啊，虽然成佛了，
没有语言度众生。啊，我们想一想，慧能大师成道了，猎人队里待了15年，他要不是碰到印宗法师，可能他很快就圆寂了。啊，传一个两个行了，他就走了。印宗是个讲经说法的大法师。啊，发现慧能大师，啊，这是承受五浊衣钵的人，啊，对他非常恭敬，啊，给能大师剃度，能大师是居士，所以。印宗是慧能大师的剃度师啊，剃度之后，印宗法师拜他做老师。啊，所以慧能是印宗法师传法的弟子。啊，他在能大师麾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这样的人来护法，是为水涨船高啊！啊，敬印宗法师老师，那还得了吗？谁不恭敬啊？啊，这个法缘从这儿来的。印宗有慧眼的，能认识人呐，没有嫉妒心啊。如果碰到一个有嫉妒心的，啊，你不能在我之上，那他的法就传不出来了。啊，剃完头就拜他做老师，这个是多难得的事情。千古一人，历史上没看到第二个人。啊，一下就把能大师的身份地位抬高了，叫抬举，真正抬举起来了。啊，没有一个人不相信，没有一个人不尊重，啊，没有一个人不听话，叫语言。啊，这个语言太重要了。啊，所以今天要学佛，不走老路，你的成就是专家学者。啊，是西方汉学系里面的博士。汉学系里头有儒释道，有研究佛学的，可以拿到佛经去写博士论文，拿博士学位。啊，可以做个名教授，世间人称之为汉学家。啊，你不能成圣成贤，你不能成佛作祖。为什么？你学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啊，你没有从佛那个道路上走，你走的是偏邪，不是正路。真路就是戒定慧，这叫真路。啊，敬业三福，我们要想到福，哪一个人不要福？你见到福都喜欢，可是佛跟你讲的这个福你不要。啊，佛说这三种福，第一种人天福报，
你要享受人间的福报，享受天上的福报，你就照佛这个方法去修。啊，他只有四句话，一点都不麻烦。第一个，孝养父母是福，父母是福田，恩田呢、啊。奉事师长是福，也是智慧。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父母养育成人，不知道报恩是没有福报。我们的智慧得自于老师，老师教导我们，我们对事理逐渐明白了，觉悟了。慧命得自于老师，不敬老师，没福没智慧。啊，这就说明什么？福慧的根呢、啊？事出世间，佛慧的根在此地。你要是没有根，你一生怎么修，所得的佛慧很有限，因为它没有根。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啊，慈心不杀，这是积德，大慈大悲，不忍伤害一切众生，这里头福慧都有。啊，第三句，修十善业，所以我们从这一句人天福报一句啊，应对在儒释道的三个根：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啊，十善业道，这是佛的根。这三样东西很小，分量很少，《弟子规》1080个字，《感应篇》大概1500-1600个字，啊，《十善业道经》10000多字，不长啊。有现在人家短短一篇文章啊，三个合起来不超过20000字，啊，这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呢、啊。什么根呢？福报的根，智慧的根。啊，不从这个地方下真正下功夫去学，福慧都没有。一定要认清楚。小聪明不是智慧。古人常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世间很多人以为小聪明是他的智慧，不是的。智慧有能力辨别真假，辨别是非，辨别善恶啊，知道这个东西，哎，现在善，将来不善；现在不善，将来善。哎，他知道这些，这是智慧。
啊，所以他的决策恰当。啊，他的设施真正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众生。啊，所以发生这个法了，是贵道啊，成佛之道，为诸佛由皈依法而得成佛，故名法身。此之法身，在诸佛不增，在众生呢不减。法身没有增减，法身没有生灭，法身没有染尽。发生没有对立的，没有相对的。啊，众生迷之啊，二乘颠倒。众生迷了，不知道自己有发生了。啊，颠倒什么？颠倒就是现在六道生死轮回身，就是这个身，就颠倒了。诸佛悟之而得自在，迷悟虽殊，体性恒矣。啊，迷是他，悟也是他，他没有迷悟。我们的真心没有迷悟，迷了之后。真心变成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啊，悟了之后啊，阿赖耶原来就是真心。认识他了，认识他了管用，他再不会做错事情了。也就是迷的时候。阿赖耶常常欺骗真心，妄心欺骗真心，真心被完全被他蒙蔽。啊，他干的一些恶事，真心都不知道。啊，一觉悟啊，阿赖耶就听话了，完全做善事，不再造恶了。啊，古人用主仆做比喻，真心是主人，阿赖耶是他家佣人。啊，佣人要听主人的话，啊，替主人办事。迷恋的时候呢，佣人做当做主人了，把这个主人呢蒙蔽起来了，什么也不让他知道，他胡作妄为。造一身罪业，还他自己受，主人不受。啊，主人不知道，不能先去。用这个比喻也很好。啊，真心做主就是佛菩萨，妄心做主就叫凡夫。啊，所以具足常乐我净呐。迷的时候，阿赖耶常变成无常，乐变成苦，我变成无我，净变成染污。啊，这个四德没有。第二，般若德，梵语般若，华严智慧，为佛究竟实觉之智，而能觉了诸法不生不灭，清净无相，平等无二，不增不减，具足常乐我净，是名般若德。
般若是智慧，不是世间人所说的智慧。所以翻译这些大德用梵语的音般若，再加以注解，跟中国智慧的意思很接近。智慧不能翻般若，因为他的智慧是绝对正确的，没有错误的。他的智慧是圆满的，无所不知。能知过去无量劫，能知未来无量劫。这都不是中国智慧里头所包含的，所以要加以解释。底下讲佛究竟实觉之智，实就是觉悟。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叫实觉。我们讲这个人开悟了。开悟是怎么回事情呢？把他自信本具般若智慧那些障碍放下了。智慧是本有的。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一切众生智慧跟佛平等。德能也跟佛平等，相好也跟佛平等。相好就是福报。所以我们要知道，佛是代表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福报圆满三种圆满学佛，佛把他的经验告诉我们，他回归自信的方法教给我们，我们照这个方法去修学。我们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现前，跟他一样，不是他给我们的，是我们本有的。只是因为你现在迷，你不觉悟，所以你没有福报，你没有智慧。我听慧理法师告诉我，他在非洲，非洲人不相信佛教。这是几张照片。非洲的小黑人。这一位就是慧理法师。这是他收的。这些小黑人在我面前背《弟子规》这个是背《三字经》，字正腔圆这是他们全体来看我的时候照的照片小黑人背得真好。他们在学中国传统文化了，我们如果不学，将来跟他学，他是我们的老师，他学成了，他统一全世界。为什么呢？他学嘛。只有这些少数人他收的，大概慧理法师收了有3000多个
这些小黑人啊，非常可怜，多半都是孤儿啊，他养他们，教他们读书啊，这非洲人可怜，非洲人不相信佛教，看到佛就赶快躲，跑得远远的。这是什么？这就是没有福报，没有智慧。啊，遇到智慧，遇到福报，赶紧躲避。啊，那么这些小佛人从小，你看现在学儒释道的三个根。啊，也披起袈裟，每天遭受暗苦。这些小黑人有福报，他们将来长大了，哦，非洲的福报就起来了，智慧福报都起来了。啊，那么将来这个没有智慧福报的地方啊，具足智慧福报，啊，那全世界其他地区呢，不要佛，也不要道，也不要儒，啊，那就都变成非洲了。这世界要颠倒一次了，非洲人领导全世界。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汤恩比的话是有道理的。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需要孔孟学说大乘佛法。今天对于这一桩事情认识最清楚最深刻的无过于汤恩比博士。那慧律法师就习这一批人，我告诉他要教他了，要教他圣贤教育，把他们一个个培养成圣人贤人，你的功德就无量了。啊，光给他吃给他穿，叫他金蝉佛寺，这个不行的。这不能救佛教，要搞迷信的。啊，一定要教他学习经典，学习经典先从三个根下手，根深蒂固。啊，中国古人对扎根教育看得非常重。啊，200年前，读书人都知道。啊，这200年来，西方文化侵入中国，中国人看到机器，看到科学技术，好奇。啊，以为中国文化落伍了，要淘汰了。啊，全盘向外国人学习。啊，这200年当中，外国人好的东西没学到，不好的东西全学会了，自己好的东西丢干净了，才有今天的灾难呢。啊，我们看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讲演，里头有一段话非常重要，现在人没人提。民族主义第四讲啊，他说外国人比中国人强的就是机器，除机器这一样东西之外，他多不如中国。啊，讲到政治哲学，他必须向中国人学习。
这个话讲得好啊。他那个时候周游列国，没有白走啊，真正把厉害看出来了啊。我们也是在全世界游历，看到孙先生这一句话，我们佩服到五体投地。他看得真的清楚，一点没有看错啊。我们中国人今天的亏，就是把自己东西丢掉了，全盘向人家学啊，现在学出一身毛病，不知道这个毛病怎么发生，变成无药可救。啊，那么现在汤恩比给我们开的处方，我们要能够相信就有救。孔孟学说大乘佛法，把中国传统文化找回来呀，就有救了。唐太宗搞的群书治要，是传统文化治国平天下的精华，不但可以救中国，可以救全世界。太难得了啊，我们接着又发现了一套书，国学之要啊，这是我十几年来梦寐所希求的啊，想编一套这个书，没有想到古人已经编好了，那这多神似啊，编得正好。将近100年前编的啊，他的序文我看到了啊。那个时候，民国初年，一些专家学者、古文学家，他们发现编这套书啊，帮助一般学生学习。他这个书的水平，什么人可以读呢？高中学生可以读。啊，高一、高二、高三，他们有能力自修。是用这个水平来编的。民国初年就是那个时代，小学生的模范作文。现在我们找到了不少，啊，很多人找到旧书送给我，我都把它印出来，啊，让这些学文言文的增长信心。你看那个时候11、12岁小朋友写的文章，写得那么好，现在大学文学院毕业都写不出来，啊，这个叫。过文程度一落千丈啊，真的不是假的啊，希望我们迎头赶上啊。首先要救自己，然后救我们的一个家，再救社会，救国家，再救世界，也要循序渐进的，自己没有救想救别人，没这个道理，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正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决定要厚积薄发。
啊，印光大师给我们做最好榜样，他能够有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是一生在藏经楼里头埋头苦干呐、啊。他在普陀山呢、啊，分配的工作是管理藏经楼。啊，藏经楼就是图书室，啊，管理图书室的，这里面清洁整理他负责人，啊，搞干净，搞清楚了，自己就读藏经，在藏经楼工作30年，30年不出门，30年像闭关一样。读书，70岁才被人发现。啊，真的一举成名。啊，他老人家弘法只有10年，80岁往生。10年的成就，在最近100年当中，没有一个人能跟他相比。无论在家出家，这大家公认的。啊，什么原因呢？积得深呢、啊，累积得太深了。啊，净宗承认他为第13代祖师，不是偶然的。啊，所以现在人急功好利，啊，就想早一天出名。什么方法最容易出名呢？去演电影，做明星，啊，唱歌，做歌星，很容易出名。啊，所以很多女孩子羡慕我，啊，去走这个行业，出名很快。啊，但是什么消灭也很快。没几年，这个明星过世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中国、外国都一样。我们不能不知道，《般若德》里头所说的绝了诸法不生不灭，宇宙之间万事万物确实是生灭相。生灭相为什么说不生不灭？他的生灭你掌握不住，你捕捉不到。弥勒菩萨告诉我们，阿赖耶的3细相就是今天科学家所讲的3种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这3种现象是阿赖耶里头的3细相。阿赖耶的境界相就是物质现象。阿赖耶的转向就是精神现象、念头、意念。阿赖耶的业相就是科学讲的能量，能量是波动现象，没有原因。
它是生灭相，生灭的频率太快了，一秒钟1600兆次，你怎么能够捕捉它？换一句话说，一秒钟1600兆分之一秒，现在科学家捕捉不到。但是科学的机器确实日新月异。现在最先进的这个仪器可以捕捉到1000兆分之一秒，能捕捉到1000兆分之一秒，1600兆分之一秒还没办法，所以叫不生不灭。真的不生不灭，那说不生不灭没有意思了，生灭等于不生灭。清净无相啊，一切相都是清净的，一切相都是无相啊。我们说相的相早过去了，不存在了。每一个念头产生的这个相分都是独立的。一秒钟里头已经经过1200兆次的现象。平等无二，相的速度都不可捉摸。不管它是善是恶，它存在的时间是1600兆分之一秒，所以善恶化成平等。可以这么说，它不存在了。具足常乐我净。平等无二，不增不减。不增不减是说能量，也就是智慧的能相好，不增不减。无论是智慧，是的能，是相好，通通具足常乐我净，这称作般若德了。一切众生自心里头本具，本来有。第三个，解脱德，不系名解，不系名解，自在呢？名脱，系是系缚，比喻作烦恼。烦恼要是断了，这叫解。还把烦恼解开了。脱是脱离生死，不生不灭了，这就自在了。六道里面的生死，两种现象，一个是分段，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投胎，这个人生在人间住个几十年，到死亡，这叫一段生命。
来生在六道里头不知道是哪一道生，投胎呢又生了，死亡的时候又灭了，这叫一段一段的，叫分段生灭。另外一种啊，叫变异生灭。啊，变异生灭这个现象，比如说昨天、今天，啊，昨天一天死了，今天这一天生了，这是变异，是吧？一天比一天衰老。变异啊，是跟你讲的详细，刹那变异，前一秒钟跟后头这一秒钟，这个我是两个我，不是一个我。为什么前一秒钟比较年轻，后一秒钟老了，不是一个。是相似，不是完全相同。所以我们的命啊，叫相似相续。如果是相续，那应该是相同的，没有变化。那没有变化，就是年年十八，那没变化了。啊，慢慢衰老，可见的衰老不是一年比一年老，一天比一天老。一秒比一秒老，要懂得这个道理。啊，菩萨比我们更厉害。菩萨知道，一秒钟有1600兆的念头，念念不相同，念念不一样。啊，一个念头比一个念头老化。菩萨知道啊，这个现象怎么生的？都是从迷失自信而生的。啊，觉悟了，觉悟了就是它停止了。这个生灭的现象，波动现象停止了，啊，我们学习的时候常说，不起心不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这个问题解决了，啊，起心动念就是生灭相，就是相似相续相。人的一生是这个现象，六道轮回是这个现象。啊，麻烦在哪里呢？这个念念相续它不会断，前念灭了，后念又生，这在无蕴里叫行，受想行识，行就是念头不断。用什么方法把它断掉了？用禅定，有定功的人把它定住。所谓定住，就是前念不生，后念不灭，把它定在这个地方。用禅定的功夫，啊，定久了，智慧开了。朗然大悟啊！啊，对于一切法的真相，叫通达明了。啊，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么这叫脱，啊，所以自在叫脱。为佛永离一切。业累之父把无量劫来
生生世世所造的业习通通断掉了。这得大自在啊，能断得了吗？能。为什么？这些业习它都没有现象，完全是你心里的念头，你心里常常想，它就在，你不想它，它就没有了。一切法从心相生，佛这一句话说得好啊，你想它，它就有，不想它就没有。有是假的，没有是真的。你不想它是真心，你想它虽然现象，像不是真相，不是真的，是假的，幻想。啊，你了解事实真相，就不被欺骗了。啊，被他欺骗的时候，想占有他，这是被欺骗了。想控制他，想支配他，这都是错误观念。啊，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现身说法，普度众生，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不起心，不动念，啊，不分别，不执着。他念念都清楚，都不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高明到基础啊！啊，为凡夫实现，念念求生净土，把业障深重众生统统带走了。这个法子妙绝了，啊，叫得大自在，啊，具足常乐我净，这叫解脱的。我们继续看经文，啊，这些呢，通通是讲圆正三德。圆正三德就是究竟果位啊，叫智果也。究竟果位，究竟果位，华严经上讲的妙觉如来，说就尽宗而言，即究竟即光也。如是至善，称为大善呐、啊！真正是大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啊，回归常寂光，就是证得究竟果位。啊，常寂光，身体、意念，跟虚空法界融成一体。所以诸佛菩萨的概念，他肯定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就是我，跟我是一体，决定没有分别，你我他，他是一体啊，从一体里面生出大慈悲心。
这个大慈悲心就是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父子有亲，那一种真诚的情爱啊，这个情爱心生出来的，对万事万物，对虚空法界，对一粒微尘啊，真诚的爱心啊，这个人家成佛了。爱心是好的，弥了呢，它就变质了。弥了之后，变成自私自利。因为自私自利啊，产生错误观念，念念总希望啊，损人利己啊。只知道自利，不怕伤害别人，这就是错了啊！这个错误赶来的果报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啊！看到你所犯的轻重不同，果报有差别。所以就净宗而言，这是常寂光，三德是常寂光，这是大圣。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本品光明善恶果报，观经中讲的三福，深信因果，一真一慈为劝也。这一句完全肯定了学佛是求慧求福。啊，福慧两者，先求福，后求慧。没有福，哪来的慧？中国古谚语有所谓：“福至心灵。”这个人福报现前，聪明了，不糊涂了。啊，福报现前了，所以不能不重视修福啊！啊，佛从哪里修啊？孝亲尊师，佛的根呐、啊，事出世间佛报的根，在孝亲尊师。现在没有了。没有人教了，变成全世界人都没有福报，都没有智慧，所以才有动乱，才有灾难。古圣先王称圣，称明，明君圣帝，他明在哪里？圣在哪里？他知道福慧，
他教化人民修福修慧，这个人就是圣君，就是明王。啊，这是好皇帝啊。不知道叫人孝亲，不知道叫人尊师，这个问题严重啊！这个到最后的结果，不但国家被消灭了，这种族都灭掉了，叫亡国灭种，这多可怕！我们这一生可以说是最幸运啊，最有福慧。这个福慧与世间的富贵没有关系。啊，这是大福大善，我们遇到佛法，我们遇到经典，我们在经典上花了很多的时间，用了很多的功夫，搞清楚搞明白，我真相信啊，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化身遍虚空法界，阿弥陀佛的报身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应化身无处不在，有缘就现身。啊，我们尽有生之年，一心一意修净土啊！我们这一生只有一个目标啊，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轮回，设法界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不想再搞了，到此为止了。不再搞这个，万缘放下，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没有一个不往生。是有关键，最后第三福，第三是大乘。大乘里头，第一句发菩提心，第二句深信因果。这个因果是什么？不是普通因果，专讲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不讲别的。啊，信愿持名是因，往生净土是果。对这个深信不疑啊！
啊，那么这样的人，就是大乘教上常说的根属众生。啊，这个人根属了，根属这一生当中决定成佛，没有不成佛的道理。世人愚痴，不重因果。再讲世间人，真的现在世间人不重视因果，或更狂妄的不无因果。啊，这是更过分了。他不重视因果，他还相信。不但不相信啊，他说根本没有因果，因果是宗教骗人的。啊，不要因果了。故注经中啊，反复教诲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佛在经上常常提醒，啊，希望把人唤醒，唤醒一个人，一个人得度啊。宗教说得救了，唤醒两个人，两个人得救了。啊，不信的人让他常常听，听多了，也许他会认真去反省。善根、善缘特厚的人，会遇到佛菩萨。善神点化他，啊，我初学佛的时候，朱金咒老居士常讲他老人家一生亲自遇到的一些故事，讲给我听。亲身经历不是假的。啊，他生在清朝末年，国民党是革命党，推翻满清，建立民国。10月10号，宣统3年了。在这之前，正是辛亥的春天，啊，朱老那个时候大概就20岁左右吧。他们住在农村，邻村，啊，靠得很近。邻居一个村庄有一个巨人，读书读得不错，
考中举人。因为父亲啊年老，在家孝养父母，照顾父母，没有去做官。啊，年岁很轻，啊，这个举人这一天请客，啊，邀请亲戚朋友邻居，啊，他也是其中之一，到他家做客，什么事情呢？他要走了，跟大家告别。啊，到哪里去了？才把故事说清楚。在半年之前，啊，他中午睡午觉的时候，有一个人敲门，这是做梦。他出来开门，那个人送了一封信给他，请帖是写着他的名字。他就问什么人，他说我们家的大将军。他一想，虽然中了举人，跟官府没有往来，朋友当中没有做将军的。啊，这个送信的人说，他说既然是你名字，他牵了马来你就上马啊，见面你就知道了。他也没办法，被他逼着就上了马。上了马感觉到这个马了在空中飞行，不像是在地面上走啊。走了一阵子到了，他就下马了，看到一个大殿，许许多多人在交头接耳，好像讨论什么大事。他就问将军是谁，人家告诉将军是岳飞。哎呀，他一听岳飞，那我不是死了吗？这不行啊，我家里还有这太太很年轻，儿子很小，父母要人照顾，我不能死啊。一会儿岳飞升帐了啊，召集开会，请他好像担任秘书啊，公文这方面工作啊，研究讨伐金兵。啊，他是个读书人呐，真没有法子，就告诉岳飞。家里还有老小，岳飞说不要紧，我放你回去，回去安顿好，半年以后我们才出发。那个时候你来，有半年时间，就送他回去。今天请客是吗？他要走了，去上任去了。啊，老父亲很不客气。啊，他的时候躺在床上，告诉大家，接我的人在门口已经到了。啊，他对于岳飞非常佩服。啊，也想得开，人总归有死啊，死了能跟岳飞在一起，也很光荣啊。他有这么个念头，所以他也很喜欢。啊，父亲在那里骂啊，我的儿子不能走，他劝他父亲，他说人总归是要走的啊，我们人跟鬼啊敌不过他们啊，不如啊就让我去吧。他父亲说好吧，这一声好吧他就断气了，他就走了。算算时间，武昌起义前半年。所以说什么世间我们有动作，鬼已经先去打仗了啊，岳飞已经带了军队，那就是满清嘛。
宋朝的金兵就是满清，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他亲眼看见的，好好的年轻人，什么病也没有，家里请了好几桌，大家把这个事情故事讲清楚、讲明白，真的，那爸爸一句话说好吧，马上就走了。朱老居士亲眼看见这个事情，觉得奇怪，还是不相信啊。他的老岳父是章太炎先生，这是民国初年破学大家、大学问家，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他大概是代理，做了一个月，把这个阴曹地府的事情，常常讲给大家听。所以他知道的很多啊，不相信。他告诉我，他怎么学佛的呢？是亲自见到鬼。抗战期间，他做四川、西康两省的税务局长，他是学财经的。抗战胜利之后，他是江西人，做江西财政厅长。我们在台湾认识的，他告诉我。晚上跟朋友打麻将，打到半夜2点多钟，收场了，回家了。那个时候官司人追着打，还是他走路，没有交通工具走在路上，有路灯。路灯，我们知道，现在人不知道。很远一个电线杆，20只光的灯泡，所以只看到亮光，地面照不到。它光太弱了。但是他走回去的时候，看到前面有个妇女坐在前面，也不在意。没有注意到，大概走了半个小时，他突然想起来，一个妇道人家这样深夜，他怎么一个人出来走路啊？这一想呢，身上汗毛直竖。再仔细看呢，那个人有上身没有下身，这就吓呆了。不是时间短了。一起走了半个多钟点了，他经过这番事，他真相信了，亲眼见到，绝对不是眼花。从这个地方真正发心学佛了。所以他告诉我。他说那个现身半夜现身妇女身的，他那一定是观世音菩萨来度他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的，他决定不相信。所以从此以后，他把过去这些所见所闻连起来，他真的一点都不假，确实有六道轮回确实战场上死亡的这些将军士兵，他依旧在打仗。他没有停止。岳飞是宋朝的，到民国初年还去打金兵。
说明战争的可怕，说明杀人要偿命啊，欠债要还钱，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在世间，一切众生一生所有的遭遇，全是自作自受啊，决定不能怪罪别人，自己要认真反省，要认真改过自新，要忏除业障，求生净土。不生净土，业障生生世世追着你，你逃不掉啊！只有真正放下一心念佛，你才能脱离六道轮回啊！这是人生第一桩大事啊！这些人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德行，他们都是以印光大师为老师啊，一生念佛求生净土，诸老跟李老师同年，也是老朋友。我到台中，他老人家介绍我去的。啊，那个时候我认识他。啊，有4、5年。我26岁认识他的，30岁跟李老师见面，啊，这个人是个长者，非常难得。我们再往下面看，又无疑曰：诸于往生阿弥陀佛国者，虽不能大精进禅定，持精戒，大要当作善。这是说明断恶修善对于往生净土非常重要啊！我们虽然不能大精进，不能修禅定，不能持精戒，一定要断恶修善。这说明是，这是最低的标准。善恶的标准呢，就是十善业道。啊，恶就是杀盗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念头就是贪嗔痴，这叫十恶。十恶的反面就是十善。啊，十善业道，身不杀身，不偷盗，不淫欲，口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念头不贪，不痴，不嗔。啊，断十恶，修十善，这是最重要的条件。我们从这个无义本是无量寿经的原本
这些话是经文啊，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我们要永远记住，要依教奉行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决定得生啊！啊，净业三福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大要当作善了。啊，比不上别人大精进禅定，持经持戒，这比不上。我只要能够断恶修善，就决定得生。能不能够超越品位呢？能。那是什么呢？那是念暗合道妙。你真信、真愿、真念佛，这就是持戒。一心专念，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这就是念佛三昧，就得定了。啊，定，决定开智慧。啊，这样念佛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阿公阿婆。从早到晚，没有一个妄念，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你看他欢欢喜喜，啊，见到谁都是笑眯眯的，口里就一句阿弥陀佛，没有听到他讲第二句话。不管你跟他讲多少话，他回答你全是阿弥陀佛。啊，实在说了，我们讲话也不知道他听见没听见。这暗合道妙，我们不知道他境界，说不定他往生上上品往生。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一个道场，一个地区。如果发现有这种人，我们对他恭敬的，那是活菩萨。啊，有这么一个修行人在，这一个地方人有福啊。这个地区不会有灾难的，他的福报啊。啊，真正有大福德的人啊，这不是假的。啊，可是这些人往往人家轻视他，瞧不起他，认为他没有知识，他什么都不懂，啊，只会念一句阿弥陀佛，这只会念就不得了啊，这一句话就不得了啊，这我们不会念的，他会念的，啊，只会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上上品往生，啊，这还得了吗？啊，所以我们要常常记住张善火的例子。啊，地狱界现象现前，一句阿弥陀佛，他得度了。啊，银科法师的例子，啊，锅炉匠的例子，啊，这最近的就是。将军乡的老太太的例子，真理一点不假。啊，
这就是真慧念佛。啊，除了佛号之外，他什么都没有。这是我们要学的，什么都该放下了。为什么？全是轮回业，我们放下就是放下六道轮回啊，不再搞这个玩意了。啊，对待任何人都是阿弥陀佛。我们的想法看法完全正确。啊，善人阿弥陀佛，恶人也是阿弥陀佛。啊，为什么他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大慈大悲，让我在那看清楚，都不动心。啊，我在这个境界里头修清净心，修平等心。啊，通通是我的增上缘，是我的善知识。啊，成就我。这是多大的福报！这是多大的事。下面彭济清居士曰：舍善本为天成。啊，释迦牟尼佛讲舍善业道经给谁讲的？给升天的人讲。他还舍不得离开六道啊，对于天道非常向往，哎，天堂比人间好啊。佛教他升天的方法啊。那么今天我们以念佛因缘回向极乐，即转天成而成今夜。啊，我们今天修十善业道，加上念佛的功夫，把断恶修善，决定往生了。啊，这是生同居土啊！如果学得跟阿公阿婆，那不得了啊，那就可以转到十宝土去了。底下说：“何以故？念佛之人能转恶业，何有天业而不能转？”话说的有道理啊。张山火是最好的例子。啊，临命终时，牛头人那套来索命，在这个紧要关头之下。啊，他大声喊叫救命，你看就遇到一个法师。啊，法师知道，啊，赶紧点着一把香，交到他手里，叫他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啊，他就大声念阿弥陀佛，念了几声，告诉大家，牛头人不见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他往生。啊，这种机会也是亿万人当中难得碰到一个。你怎么就在那个时候一喊救命就有人来救你？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啊？我们在历代往生上就看到这一个，没看到第二个例子啊。这告诉我们，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问题你能不能遇到这个缘啊，所以还是自在往生好。啊，像锅炉匠这些人自在往生，不要作念的，不要人知道，免得人干扰。啊，问长问短。啊，扰乱清净心。
啊，所以转天业为净业。是故修净业者，当尽己力了，尽心众善。啊，这个众善决定是断食物，心是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决定不能少。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里。